一起来看看金丹里面都是什么吧。嗯，我的天啊，是迷你特工队的变形车。那我们来给他们变形吧。嗯，首先来看这一辆蓝色的小汽车，它会变成什么呢？嗯，力量迷你特工队。哇哦，快看，这是迷你特工队的蓝战士福特，他也是队长呢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辆红色的小汽车。哇哦，出现了，粉色的战士，这是会魔法的露西。好酷呀，这里有一架红色的飞机，那他又是哪位特工战士呢？哈哈，快看，这是红战士赛米。最强 X 力量迷你特工队，最后是一辆坦克战车，看起来它的防御力和攻击值都很高呢。嗯，那我们给它变形吧。Let's go。锵锵，变形完成。耶！这是大力士黄战士麦克斯。最强 X 力量，迷你特工队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。喜欢记得点赞订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